荷兰政府将在夏季前公布对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实施新规定，理由是为了国家和国际安全。这也代表荷兰将加入美国遏制对大陆科技出口的行列。지난1월마르크리터네덜란드총리는바이든미국대통령을만나반도체수출규제방안에대한포괄적인대화를나눴습니다그리고두달뒤네덜란드정부는반도체장비에대한기존수출통제규정을확장한다고밝혔습니다荷兰之前已经禁止了 EUV， 也就是极紫外光微影制程出口到大陆。这一次限制的设备是 DUV， 是深紫外光微影技术，应用在较成熟的制程，是生产汽车、手机、电脑和机器人晶片最常用的设备。미국정치전문매체 Politico 는네덜란드의이번정책은미국과일본등반도체분야에서앞서나가는국가들을추월하려는중국을목표로한다고전했습니다对此大陆外交部表示反对荷兰以行政手段干预限制两国企业正常经贸往来已经向荷兰提出了交涉并暗指美国主导这一切近年来个别国家为了剥夺中国的发展权利维护自身霸权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甚至不惜牺牲盟友的利益，胁迫诱拉一些国家对中国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对此，正在出访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荷兰对外贸易和发展部官员回应，大陆的反应激烈可以理解，但强调荷兰和大陆仍会维持良好的外交关系。TVB 新闻郑胜伟、陈向如综合报道。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